各位，那我先开战局啦，我们就等法师进来吧。那他也在学啊？谁学你啊？黄九要干嘛了啦？好，我们今天一样为大家，根本没有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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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讲好不好？我先讲，拜托，拜托托。好，六六 Flash 安南，小崔，好久不见，安南 ，Lonely 安南。还有 Winston 啊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玩的呢，一样是我们的火线猎杀。那我们先邀请啊，你要出来啊，你要出来吧。好，我们先邀请法师进到我们的小队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啦。啊、可是你房间好臭。刚开嘛，对啊对啊，艾莉安娜，你才臭嘞，你多香哈。细绝安娜，细绝安娜，又第一次来。Black S B K 安娜 ，Andy 安娜。CDGD 0818安安 Peter 安安啊，等一下，各位等我一分钟，我一直断线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看画面还有听声音 OK 吗？帮我回报一下 OK 的话打个 OK， 谢谢。第一次来安安，我在玩什么？火线猎杀 MJ 870922安安，一个有你你已经进来了，不早讲啊，你看呐、啊，那我们就直接启动啦。OK， 好、OK， 他们看画面都 OK， 好 ，OK，、完了，感谢。阿贝贝，阿贝贝，阿南，你丢一个，丢一百，好惨。好啦，那，等一下，我上次结束是在这个点吗？啊，你看啊，我在哪个点都不知道了。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们怎么会在这啊？这个不是我们很一开始的点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？管他的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要接什么任务？你先接好了，我跟着你。等一下，你先转过去。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把我 OBS 缩小一下。好了，OK 了。啊？那你先去那里一下。去哪裡？你长得好丑、哦，你怎么全身海带啊？那个破车那边好像有东西。破车哪里？哪一台破车？就是再过去一点。再过去一点，哪里啊？往前，对那个方向，对。安南。好，算了，没事，好像看错了，走吧。你开车，我们走。开车，我先看一下地图，然后我先。你妈，炸弹摆在这边，你跟我说车？没有啦，那个不是啦。那不然这是什么？哇塞，我不知道他刚说在了。这不是炸弹？不是吧？啊，各位，你们觉得这是炸弹吗？是的，等我久，我好久没看到一次。对啊，我是你们才树叶种，我怎么看到？这个是炸弹吧？快点呐！这个是炸弹吧？先生，走不走、啊？这个炸弹吧，那只是一个怎么讲，信标了，没看过。卓一安安，那只是一个信标了。啊！救人呐、啊！出来！救人呐、啊！出来！不要在里面很好玩吗？救不了你了，救不了你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新恋安安，我北七啦，有病欸！一直说安安不累吗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看北七啦！哎，怎么整个人都没了？我靠，怎么会有？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哎，怎么整个人都没了？你是不是欠狙啊？你是不是欠狙啊？把整个人都沒了。好啦，要接什么啦？你赶快看一个啦，我们接一下。可能好，算了，我接。你接啊！这个是剧情任务哦、喔，走啦。等一下，我按加入哦、喔。对啊。设法进入尤里与波利托的狩猎小屋。啊，我们的载具就在被你弄掉了。这边有两台啊，不用怕啦。又要骑欧多麦哦。不然呢？我们只剩这个可以骑啊。没问题啊。今天要打王，这有什么王？就不懂这游戏。有啊，这游戏有王没有吧？有啦，他可是不知道在哪而已。真的假的？那边有反抗军，联合军。哎，又被骗！哎，你都一个人骑走啊？啊不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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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差点出轨，差点出轨。安安第一次来，屁啦！对吧？你们，对哦，你们什么时候断考啊？你们几号断？有人欸。打屁啊！你赶快骑过去就没事了，你不要跟他对干。天哪、啊！你们看会不会卡路？会卡，跟我讲讲。没有驾，我有啊，我有驾照啊，我有驾照啊，机车驾照有啊。好烦哦，路上怎么都那……不行！等一下，停车！妈妈，停车！
我厌世了，对不起，我厌世了。那表示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就是王嘛，就是这个。我厌世了，等一下，我厌世了，真的。妈的，给我走开哦！全部，谁又？哎，后面 ，Jump cover me！ 哥，哎，看来是不太行，等我一下。死掉！哦，我被试验了，不是我验试吗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！你要多久？哈，我要29、28、27，进到小屋就打完 ，OK。哦，还要我救你？哎、欸，他那个也太夸张了吧！他这个验试，哎、欸，他这个很夸张哎，他这个夸张，他刚刚一台车开过来，然后对我用突击的那种方式，不好吗？太夸张了，好不好？你好、啊、哦，我的车都为你被留在上面了。你用走了下来哦？不还呢、欸？啊，不然那我用骑的上去陪你。哎，人家要我车来了，妈妈。谁？哪里？好了，没事。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没事了。那走了。哎，我的车在哪？我的车。我随便啦、啊。哎，我哎。我刚刚发现姚大要开台世界无敌开心，为什么这么喜欢？对啊，感谢小崔，这里给你念的。接着，啊，我的车又爆了！哎、欸，来啊，这里就标记个补给品。你有病啊！补给品，等一下啊！你有没有看到上面那个人？没有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再轰我一次啊！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快点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打这么多枪还没死啊？对吼，我拿手枪而已。隔壁，走了啦！等一下，我拿哎、欸，我打他这么多枪都没死哦，也太夸张，这手枪也太弱了吧！走了，我不想知道他有没有死，赶快走啊！等一下啊，我还没，我这有子弹，你不是叫我拿？快点！哦，弄了没？补给品还没啦。哎，好好算算，不用了。打他！不用打，干！屁孩！为什么要拿手枪？不是你，你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，我那个都是烟，我看不到人的啦。让你，快走！你有妻子，你没有妹妹，哎、欸，他们都没有妹妹了，相信我。快走啦！哎、欸，好久真的好没空看聊天室哦，各位怎么办？我对不起你们，烦死了。不走是怎样啦？气死哎、欸！我有点……我那时候我是不是就跟你说不要跟他们对干，赶快开过去就好？你干嘛要惹事啊？你就要……你就要突然爆炸？气死哎、欸！你活好短，什么活好短？带把？带什么把？下车了啊！不干！他们有带把、欸，怎么办？什么带把啦？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。没关系啦，打就对了，你怕什么？你第一次玩游戏，你还会先查攻略？是会啦，不一定，有时候会。安娜，哎、欸，这个车都是烟的，有点不舒服。你知道我刚才瞄敌人瞄得多累吗？都是烟往上窜，我哪看得到啊？不是很喜欢的。右边去哪？用带吧，天哪！你现在是要跟我对杠是不是啊？我在跟路人对杠啊。对吼，我刚一直拿手枪吼。哎，等一下哦，要下车了吗？不是，干嘛？等一下，给我一秒，拜托。干嘛？你要炸车？没有要炸车啦。安南，第一次看直播，安南。好，走吧。你在那边打羚羊干嘛啦？你真的是赶羚羊哎、欸！你刚才赶羚羊哦、喔。走啊！等一下啊！你要走，你又不停车。还有300多公尺哎、欸。好，算了，我自己走。不用，我跟你行。你不走？气死人哎、欸！走是不是？那我上车啊！车子不好停啊！气死、欸！我们要节能减，哎、欸，我们要节能减碳，这台车这样子，都是碳。哇，你那个啊！不要，你干嘛去弄它啦？哎、欸，你是看到人一定要碾一下就对了。在里面吗？哪里？嗯，哥在哪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怎么换字？我不知道。最后，我在山上啊、哦。我们已经。安装。啊！没错，按错字。在哪、啊？找啊！
等一下哦，那里好像有一哦，没有，没事，良家妇女。啊？上来啊，上来啊，走山路上来。啊啊！是 吗？在哪里啊？看一下地图啊，应该再往前一点吧。看一下地图，我们已经在这里啦。这有没有什么小屋之类的？小屋，你看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哦，有了。啊，上面要先把附近有人吗？我侦查一下。我也用无人机。哎，怎么下降？无人机怎么下降 ？Control。嗯。有人吗？好像没有哎。对啊，我看也没有哎，那就是要进屋子里啦，不是吗？那我下去了。啊，怎么下？你不要跟我说直接跳哎。我是不知道你按错键了。哈。开台好随机。啊？哈哈。喂。也没有啦，搞不好一个富人在你走过他面前的时候拿枪出来打，不会啦，这游戏基本上不会啦。基本上。你现在拿哪一把枪？也重要吗？拿步枪，我拿步枪，感觉屋子里面用狙击不好打。掩护你，把门踹开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哦，他是这样开的、哦。等，干嘛？好吧，哎、欸，在里面吗？还是补给品？三个人在里面。哦，怎么弄？应该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什么在里面？补给品在里面。白木哎、欸。补给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开了吗？你要开了吗？快点，我掩护你。好，那我开门了。嗯。Oh Jesus freaking Christ！ 不，没有啦，吓你们的。哎。人呢？有人吗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有没有 Outless？ Outless！、啊、不要，那个墙上的一定会突然动起来，然后把我伸手抓进去。哎、欸、，Outless， 要关门，要关门。你关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有装消音吗？帮我看一下。你，哎、欸，这一把可以装吗？机枪不会有啦。哦，好吧。Hello。如果突然把手伸出来，把我们咬进去啊！你看这。没有哦！哎，刚椅子超自然震动啊！哦，都自己看啊，都自己震动啊！我也要震动。嗯，不要啦。安安，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你跑去哪里啊？楼下。哎、欸，这边。哪里？你住。啊！楼下，那边，那去标记一下。怎么标记？补给品啊。这个吗？嗯。好。AK-87是啥小？不要再服他了，你们这家。你不匍匐前进之类的吗？你慢慢，你慢慢服。有人吗？他说一进来就有 BOSS，、欸、哪里？偷看一下，偷看一下，蹲。我蹲了啦，我看一下，我知道里面有人欸，里面有人欸，里面超多人的欸，肥婆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干他们吗？我想看一下，好 ，AKB 是吧？因为瑶瑶现在空闲的时间基本上不能自己控制，哦，对啊，比较忙了啦。欸、我想第一人称只有瞄准的时候，瞄准会可以。看来白色衣服那个应该是人质，他们的实验品啊，他们的实验品。我没有震动啊，我没有震动啊。白色那个应该是他们的实验品吧？谁？你们才实验品啊？那对啊，你看他们在对他那个啊，不知道干嘛、啊。去救他！要直接冲进去了吗？这边过去吗？要不从门吗？因为门在发光哎、欸，是不是整同样一走啊？对啊，应该是哦。而且感觉一触发下去，就是 BOSS 战了。触发了、哦，触了、嗯，安安。哎、欸，你直接这样冲进去打哦！太嚣张了！不要卡，肥仔！出来！你先出来。哎、欸，感觉这里死了，感觉这里可以用狙啊。都死了吗？跑下面去。哪里？下面，冲啊！肥婆死了，肥婆，我把肥婆打死了。等一下啊！把敌人全部。哇！不得了啊！上面在哪里？靠！哎、欸，你这是干出去啦！出去找掩护好吗？我在那边吃子弹。哎、欸，死我靠！哎、欸，他这次怎么打那么痛啊？
哎、欸，你怎么躺的？他这是怎么打那么痛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哎，欸、我靠，是你剪我尾巴，是我去射他的、欸，哎、欸，阿舅你自己成功哦，没有吧？哎、欸，没有、啊，哎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你们会怕这个吗？会的话，我赶快避开好了。哎、欸，各位，你们会怕这个吗？会的话，我避开好了。哎、欸，剪尾。没有啦，阿南是我冲去打他的，结果居然是我死掉了，太过分了。没有呢，阿南，太师，这里有什么吗？你他，哎、欸，你刚打死的时候他有讲什么话吗？阿南，我是没看到啦。不要打他机车下面的坐垫。你哪来的坐垫啊？啊啊啊！不怕，你怎么样？那就啊，你在训练我瞄准能力是不是？啊心大痛了啦，好恶心哦！那个就谁叫你要谁叫你要那边放大屁呀、啊？你妈想放大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我们来把这边炸了。好、哦，各位观众，炸台喽！不是啊，先生，我再看看，我们跟着剧情跑啊。这里有没有什么汽油桶之类的、啊，打了可以马上爆掉那一种？我帮你，不要啦！你真的有毛病哎、欸！你这是他妈炸弹客哎、欸！干什么东西？不要乱看、啊！帮我找补子弹的，这里没有，要出去。安南，哎，这个完全没有触发剧情吗？怎么可能？触完了。嗯。啊？怎么打不到他？自个人。走啦，走啊！这不能挡得住。哎、欸，你借我射一下，看沙包有多强。我不要啦！一下叫。那你就射。好啦，走啦！你真的是有你那把是什么？你到底给我拿了什么？走、哦！你到底给我拿了什么？来不及！你要不要抢？哎、欸，你屁呀、啊！还从别人门钻出来，屁孩、欸！屁孩、欸！你在哪？啊！等下你人在哪？你旁边啊！完蛋了！怎样？你现在，我看到你还在机枪座那里。真的假的？完蛋了！卡住了！是所谓的 bug 吗？再看看，大脸到我。没有，我在你。哎、欸，大哥，有怎样吗？银仙安安，炸我！快点要我的命！真的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死？哎、欸，你现在在哪？死人旁边。死人旁边，好，我来。可是我刚刚炸你还是没用啊。不影响哦，可是很不舒服啊。哎、欸，太不舒服了，我们要重玩，我们一定要重玩。真的吗？那你要重新再进来吗？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